还摆了一个人呢、欸，全身是白。这里有不会是那个、啊、SCP 零九六 ？SCP 零九六？太清楚了吧？没错，我们的专属频道会员开张啦！耶、yeah! ！就是我们有会员专属徽章，这里。接下来呢，还有会员专属的贴图，这边超可爱的，这也是加入才会有，然后就是有限定的表情包，不定期的开许愿池。那周边商品的话，也会有会员专属的折扣哦。那我们会不定期有会员专属的贴文，还有一些 NG 画面，以及一些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哦。社群看不到的，是在会员才会有。对，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心动呢？赶快按加入吧，加入，加入，加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秀丽肯尼台游击台，谢谢雨杰。谢宝宝，哇！好，没错，那今天开场呢，我们先来问大家，就是大家看过无人机吗？嗯，有，就是有时候一些空拍画面啊，或者是拍一些比较山景的，不是常常用那种无人机拍，很多 YouTuber 都在用无人机拍的很美的画面，但是现在好像台湾和国外都是要有证照才能用无人机啊。哦，对对对，那个法律已经改，因为曾经有很多那种不好的事件吧。对，因为好像会侵犯到隐私，对不对？对，相信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无人机啊，或是什么监视器、行车记录器，有时候拍到一些很恐怖诡异的画面，对不对？嗯。那无人机呢，我觉得更有机会拍到诡异的画面，因为它是可以飞在上面，然后俯瞰所有下面的地方，更容易出现那种恐怖的画面，或拍到什么奇怪的生物这样。诡异的东西就对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四个呢无人机真实拍到的无法解释的灵异画面。我觉得今天最后一两个都还蛮无法解释的。外星人吗？还是什么的？对，我觉得最后可能有拍到外星人，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嗯。好，看这边，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去开小铃铛，对，然后记得按赞呢、啊，然后添加我们的频道会员，加我们 LINE 官方还有 D 卡哦。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无人机真实拍到的恐怖灵异画面吧，我们来看有多可怕。好 ，Let's go。Go。好，没错，那第一个影片呢，好像就是无人机呢真实拍到白衣女鬼的画面，这个点阅率呢快200万哦。好，马上来看画面，不啰嗦。好，3、2、1 ，Let's go。Go。OK， 现在是无人机的画面，那无人机那个转动的声音啊，我只有硬币，拉近看，哦哦，哎有哎，刚刚白白的点，有个长头发穿白衣服的，还有那个蜜蜂的声音哦，哎呀看到看到，在那边干嘛？还是一个人呐、啊？有个白衣的女生哎。哦哦，很明显哎，这真的还是演？我觉得是人。我看白衣还是穿白衣？哎，他手还抬起来。他不知道做什么动作哎，是什么动作、啊？他可能想要走出这个森林吧。哦，我们看完了，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看一次。我觉得他后面有点太快了，我们看一次。对，3、2、1，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看一次。先从上方拍到女鬼这样。真的，他这边哎，对对对，很清楚。他是低头在看的，然后他可能就第二个镜头拉近一点拍的。真的哎，而且现在是一个无人的树林里面哦，对，感觉很偏僻的地方。乡下吗？哦哇，好明显哦。他在干嘛？还是他那个耕田啊？可能他农夫。哎，他拨头发啊？对啊，就他是一个人哎。你看他看镜头哎，哇，好可怕、啊。有，而且脸是白的、喔，可能太阳太大哦、喔。第一个就很惊悚哎、欸，他刚刚有些奇怪的动作，我觉得还蛮诡异。他怎么好像不知道是拨头发还是那种奇怪动作，然后看地上的感觉。他可能没有看过无人机，吓到。对，他说：“哎，那什么东西？他拨他的头发，那到底什么是无人机、啊？”他可能有点。会不会是用无人机那个人？这个可能是他朋友故意塞一个这种，突然拍到什么奇怪的画面，然后其实是朋友装的女鬼这样。塞、好的也是有可能哦。但是呢，如果这是真的的话，我觉得还蛮恐怖的，意外捕捉到这种恐怖的画面也有可能、啊。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大家觉得是女鬼还是真的呢？好，那你给他惊吓指数多少？惊吓指数我给他8分，第一眼真的有吓到。我给他9.2颗星。如果是我在当无人机的话，我有点吓到。但是呢，也不确定这个的真实性的，大家有什么想法？
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像你的想法。好，马上看下一个影片吧 ，Go。好，马上看第三个影片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呢，算是今天最恐怖的影片之一了。待会大家仔细看画面哦，因为等下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记得仔细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又不见的？来喽，三、二、一 ，Let's go。A YouTuber named Chris Lamb says that he was all alone when he shot this drone footage at Fort McLellan, Alabama, but the video says otherwise.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nobody is in the background at the beginning. 后面没有人。好像无人机。But when Chris steadies the camera just a moment later, you can see someone standing by the street lamp.There's not enough time for anyone to walk out from behind the building. 有人欸，刚刚没人吗？看有人对不对？刚刚没有人，然后哎，不见了，不见了。See how they seem to suddenly disappear in plain sight? I don't see any editing cuts. 又不见了。So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how this dark silhouette managed to vanish like that. 走到他那个后面 ，You can definitely see them dematerialize.There's nothing wide enough. 还是只是那个柱子，然后角度不一样。They're just gone. 会不会因为他刚这边看，然后这边看的？对对对，不是那边有鬼，很明显有个人呢，有个人形那边。我看完了，可是我刚刚觉得会不会只是角度问题？就是刚好遮到那个人的身体这样子。再看，再看一次，三二一。And Chris Lamb says that he was all alone when he shot this drone footage at Fort McLellan, Alabama. But the video says otherwise.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nobody is in the background. 对，一开始没人哦，看完全没人。然后换个角度看，然后突然多一个人。When Chris sees the camera just a moment later, you can see someone standing by the street lamp. There's not enough time for anyone to walk out from behind a building.But yet, here they are. 这有人呢，可是会不会是角度问题啊？嗯。Also, did you see how they suddenly disappear in plain sight? 会不会只是个柱子而已啊？ I don't see any editing cuts, so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how this dark silhouette managed to vanish like that. 我觉得他应该是，角度来，然后变一个人，像人。我觉得他就只是被那个柱子关，就是遮到。应该是那边可能就是一个人吧，然后只是角度问题，所以看起来他好像出现又不见的样子。因为他要穿深深衣服，可能就整个那个就挡住了。好，那我们看到第三个影片啦，我觉得还蛮诡异的，就这个人用无人机拍，然后可能感觉是在测试的感觉，结果拍到后面好像原本没有人，然后结果出现人，突然出现消失，所以觉得还蛮诡异，像什么超自然的一个画面这样。那你给他惊吓指数多少？因为我觉得他感觉就是一个人，所以我给他惊吓指数大概7颗星。那我给他9.6颗星。好，那大家觉得如何可以留言的想法啊，关于这个鬼魂突然出现又消失的这个画面。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影片吧，来看最可怕的影片。好 ，Let's go， 来看下一个影片。Go。好，最后一个影片呢，也是用无人机可能在拍东西吧。结果拍到呢，疑似是 SCP 的怪物。好，天哪！我们再看影片吧，不啰嗦，我们再看这个可怕的影片。好，好 ，Let's go， 3、2、1 ，Go。Go。I don't know， but it's white.、Oh, there it is. Oh shit！ Oh, what the hell？ 这有人呢、欸？白白的东西，对不对？对。还摆了一个人呢，全身是白。会不会是那个、啊、SCP 零九六？你看，你看，好恶哦 ！SCP 零九六，太清楚了吧 ？Like some kind of an ape, but it's white. 我靠！我靠！他在那边干嘛？他可能在觅食啊什么的。吃东西，吃晚餐。How many trees there are? I know it's kind of risky. 好可怕哦 ！Hold on.就是一个那种无人的树林。I think there's a water right at, right behind it. Oh, I think it's like chilling by the water. Is that water? 在喝水。Yeah, it's water. 他站起来。很明显哎。这是什么怪物吗？还是也是他们朋友扮的 ？Wait, disappeared.他在做什么东西吗？生活。The tada? I don't know, like a nest or something? Yeah, looks like it's making a nest. 我说他可能在弄什么东西，木头的什么东西。他走出来，走出来啊 Bro, what is that? 你以为好恶哦？是假的。哇，他走出来了。哇，往前面，好可怕！他不会被他打掉吗？对，那个无人机不是应该会有声音吗？对啊，应该会很吵啊，嘤嘤嘤这样。他干嘛、啊？ I don't think it's lost. Bro, it's moving. 他用爬的。I wish it was audio on this drone, man, so we can hear. Yeah.
对。Yeah. 我觉得好像是 NCP 096耶。真实出现啊！对啊，好可怕啊 ！Yeah, yeah, because bro, I can't tell. 好，看完了。对啊，那个应该是 NCP 096吧？你还记得096吧？太假了！他们好像真实拍到 NCP 096，而且这个应该是我目前看过最真实的 NCP 096的影片。我觉得他很像外星人啊，或者是感觉是那种退化的人类。我记得他这种生物是不能照阳光的，还是他们已经进化了？应该是目前我们看无人机最真实的一个画面。嗯，可是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 C 的，不确定这个真实性，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这是 C 的还是真的096？你给他惊吓指数多少？第一眼看的话，我会给他十五颗星，感觉不是地球上会出现的生物。好，那我给他13.6颗星，因为我们其实看过蛮多096的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呢，意外的真实。好，那大家觉得可以留言的想法哦。留言你觉得这是真实拍到 SCP 096的怪物，还是你觉得它是 C 的？下方留言。好，没错。那我们今天看完了四个无人机真实拍到的无法解释的诡异画面啦、啊。那你觉得今天看完这四个，哪个让你最印象深刻，然后你觉得最可怕、最诡异？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吧，因为其他前面那个无人机拍的都好像感觉应该还是人，然后最后一个感觉就是拍到一个像是外星人或是 SCP 的怪物这样子。我觉得呢，应该是第一个白衣女鬼。如果那个真的不是 C 的话，我觉得真的蛮可怕的，就是在那种树林里面，然后突然看到一个白衣女鬼。嗯，它是我目前看到比较鸡皮疙瘩的一个画面的。好，那大家看完今天这四个影片，觉得哪一个最可怕的、最印象深刻，可以留言告诉你的想法哦。好，那如果大家还想看这类的影片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欢迎下方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的影片，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去开小铃铛，叮，然后记得按赞呢，然后添加我们的频道会员，那公众号还有 D 卡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好吧？拜拜。